先讲。Hello，Hello。这样人家才会发现是真诚的。对，我喜欢这里，因为每个人都好善良，因为每个人讲话都很实在，拢比较讲不吵的，发自内心的称赞。对，尤其留胡子之后，更有男人味了，是不是？别的地方长不出来，只好长这里。你有染吗？胡子？稍微。这是一种小巧思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要弄粉红色。哦，是这样子就好了。金的。这样子就好了，金的这样，大家有那个玉桂，对，有那个什么帕西诺的味道，那个阿尔帕西诺，阿尔帕西诺，就教父，不会是教父啊？哪一个教？不会教父。哎，不能喂食，你还吃？你还吃？吃一点点啊。那个满洲马汉全席我都没有动啊，因为给那个米粉，一点点。哦，小编吃的比你丰富了，你看。你看看，我闻一下就。赶快拿走，赶快拿走。演唱会之前，什么都不能吃。这人都被出来了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